好，今天这个三位文化局张秀敏组长，好，另外还有我们今天参与盛会的桃园市议会郭丽华议员，那今天来了很多很多的贵宾哈，那包括了我们郭丽华议员所领导的这保证宫的两位副主委哈，还有台北高尔夫的这个林董事长哈，还有凤凰云社的郑社长，还有我们影社的国小的孙俊博校长。好，各位亲爱的来宾，各位亲爱爱好布袋戏的观众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那我今天非常高兴，首先请代表郑文灿市长热烈欢迎各位前来参与今天晚上的《霹雳英雄星光秀》啊。那我们知道布袋戏是我们台湾非常重要的传统民族艺术活动，那通常在宫庙酬神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有可以看到布袋戏的演出啊。那台湾布袋戏啊，最有名的当然是云林的皇家啊。那皇家已经历经了五代，超过了百年以上的历史啊。那1980年代呢，黄文章、黄文哲兄弟啊，这个新创的霹雳啊布袋戏啊，将布袋戏的表演推向了一个更新、更高的舞台啊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在霹雳的这个表演之下呢，这个我们让布袋戏啊，这个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风貌啊。那今天晚上的演出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啊。那包括的 cosplay 啊，包括的霹雳的唱将的歌手，还有霹雳的 hero， 等一下都会接连的来演出哈。那在这里呢，这个我们也非常恭喜哈。那霹雳啊，在这超过30年，他们创造了80部的大戏，创造了超过3000小时的节目，还有创造了4000个英雄人物啊。那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。那在这里，我也呼吁大家，今天晚上应该可以驻足，好好的来欣赏今天的演出，应该是非常的精彩。那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有一个丰收的夜晚。谢谢大家。谢谢，我们感谢副市长的祝福以及分享啊。是的，刚才从我们副市长为大家来分享的，在今年度可以说是霹雳也是相当丰收的一年，包括我们得了很多的这个大奖。那在最近呢，大家也知道金钟奖即将开始啊，在今年度我们也入围了金钟奇奖，也期许呢未来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传统艺术的耕耘当中，能够带给更多喜爱布袋戏，甚至是更多不认识布袋戏的朋友们，能够深深的来喜爱这一份本土最重要的艺术文化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也恭请来自我们的桃园市议员，有请我们的郭丽华郭议员，同时也是我们的保证宫主任委员哦，今天也跟大家共同来祝福勉励，掌声欢迎议员。好，谢谢。